闲鱼姻缘经。月光王投师元品第二十六。如是我闻。一时，佛陀在毗舍离的安罗树园中，当时世尊对前者阿难说，得到了四神族的人能够住世一劫的时间，我现在已经非常好的修成了四神族，那么还能住世多长时间呢？这样反复问了三遍。当时阿难被魔给迷惑住了，虽然听到了世尊的问话，却默然没有回答。世尊又对阿难说，你可以离开这里，到清净的地方去好好想一想。贤者阿难就从座位上起身往树林中而去。阿难离开后，魔王波旬就来到佛陀面前对佛陀说，世尊，你在世上教化众生已经很久了，救度众生的事业也已经周遍圆满了，承蒙您的度化，脱离生死的人已经像恒河沙一样多了，况且您现在年纪也老了，可以入涅槃了吧。此时世尊从地上取了些沙土，留了少许在指甲上，然后对魔王说，是大地上的土多，还是我指甲上的土多呢？魔王答道，大地上的土远远多于指甲上的土啊。佛陀对他说，我已经度化的众生就像指甲上的土，而剩下的还没有度的就像大地上的土啊。佛陀又告诉魔王说，三个月后我将入涅槃。波旬听了这话后高兴地离开了。这是《闲鱼姻缘经》第二十六品。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有三个人物出现了啊，一位呢是佛祖，一位呢啊是佛的侍者阿难，一位呢啊是反派的角色啊魔王啊波旬。我们要知道这个世间啊，一切都是无常的，即使是佛在无常的面前也要尊重他的规律啊。那么佛怜啊慈悲忘不了啊众生啊，希望呢能够常住世间度化呀一切众生。于是就告诉阿难修了四神族的人可以住世一劫的时间有这个能力长期住世不灭那么佛和阿难说，我已经非常好的修成四神族了你看我还能住世多长时间呀？这样反复呀问了三遍，但是阿难被魔给迷惑住了，不回答，
那么从这里边我们不禁要问啊，佛如果想住世，自己住世不就完了吗？啊，自己有能力啊，自己住世不就完了吗？何必还要啊问阿难呢？启发阿难呢？啊，我们要知道佛呀，他是无我，一切为众生而降世，一切为众生而住世，一切为众生而涅槃。啊，对于佛来说没有自我，所以佛想住世必须啊得有因缘，没有因缘呢啊住世是不行的。那么过去佛祖来到人间住世的这个因缘啊成熟了，那么现在呀 啊离世的因缘也成熟了啊，再想住世再想接续啊不容易了啊。那么我们想啊，阿难就在佛的身边，怎么可能被魔迷住了呢？啊，佛难道没有能力把魔给降服或者啊转化吗？因为佛也要尊重规律啊，啊，尊重因果啊，尊重呀众生的意愿，要尊重法啊，它的规律啊。那么过去佛祖在因地上发的愿啊，结的缘，修的法，所做的一切准备，当他成熟的时候，佛就来到世中来示现来讲法啊。那么过去啊佛所做的准备啊，一切因缘都已经随缘实现了啊，当这个因缘要结束的时候，虽然佛祖很希望啊再能够度化众生，但是没有缘是没有办法呀延续的啊，所以就出现了啊，虽然佛想住世啊提示阿难，但是呢阿难啊被种种业力迷惑啊，不能够提出请佛住世的要求来。那么阿难离开以后呢，魔王来到了佛陀面前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啊要明白，佛是解脱者，在佛的眼里边啊，善恶它都是一个虚幻，都是一个过程，都是众生迷惑以后啊产生了执着造作的业力啊，是一种状况。那么在佛的眼里边啊，
魔王是坏人吗？魔王呀，他只是迷惑者啊。我们在现代的社会来看呢，我们一说魔王来了，我们很可能啊就得打打杀杀了，把魔王变成我们的对立者。互相之间呢，不能包容，不能共存，总是想把对方呀消灭了，或者呢把对方给他改变了，控制了。于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就看到了因为宗教问题总是出现种种的对立，种种的波动非常的不安。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出来佛教的伟大在佛的眼里边一切都可以包容魔王来到佛前可以肆无忌惮地提出呀无理的要求来佛非常平静地满足魔王的要求，满他的愿在佛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对立只有真理和谬误那么在谬误面前真理是清晰的但是呢因为谬误引起的执着往往真理非常客观的保持在一边看待这些谬误的变化等待谬误有一天的觉醒这是佛法的用处佛法的态度这个是最高级的所以学佛者具有巨大的包容非常的客观因为佛法是世间的真理所以呢我们要学佛那么魔王来到佛的面前对佛陀说您教化的众生已经很多啦教化的时间已经很久啦您现在年纪也老了可以入涅槃了吧佛陀从地上取了一些土放在指甲上对魔王说我教化的众生就像指甲上这么一点点的土而没教化的众生呢这些大地上那么多的土虽然如此我也满足你的愿望三个月后我将入涅槃魔王一听高兴了